自卸车安全注意事项。一，在举升前确保发动机运转正常。二，停住车辆拉上手刹。三，驾驶员应检查车辆所处地面是否结实平坦，防止发生陷车侧翻。同时要打开后门手动勾锁，避免出现事故。四，要确保无关人员不在自卸车的工作区域内，防止发生意外。五，起升时要确保车辆上方无高压线、桥梁等障碍物。六，卸货后应待车厢完全复位后可行驶，严禁边走边落。七，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，操作司机必须立即将设备停靠在安全位置，等待专业修理人员将故障处理完成后再重新作业。八，修理、保养、润滑、清卸装置时，应将车停在平地上，发动机停止转动，用眼目掩好车轮。车厢举升后必须用安全支柱撑住车厢，防止突然下落伤人。九，严禁设备带病作业。